河北将有大发展的城市，石家庄、保定落选，而是这座四省要冲城市。说到河北省，大家最先想起的是哪座城市呢？是省会石家庄，还是河北经济强势唐山呢？这两座城市确实是河北省比较知名的城市，同时经济在省内也是处于第一梯队的城市。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将有大发展的城市，石家庄、保定落选，而是这座四省要冲城市。这座城市就是邯郸市，邯郸，河北省省辖市，位于河北省南端，与晋、鲁、豫三省接壤，是国务院批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和市区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全市县辖六区、一市、十一县，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一个省级开发区，总面积12073.8平方公里，总人口1051.45万人，